猜什么最出名吗？酒。除了酒之外，炮弹也很多。否。所以我就要带你吃打炮。不是，打炮弹做的菜刀。我说 Ada 呀，不要整天只想打炮，赶快换上衣服找吴师傅报道吧。做汤面呢，师傅这多重啊？很重啊！哇，哎，真的很重哎。接下来是施展真功夫的时候了。哇，这一大块，给镜头看一下，这就是炮弹取出来的钢片。古时候有没有说谎话或出轨？现在我们说打铁趁热，就是要把这块炮弹钢片把它烧红烧红。现在先把它打出那个刀根出来，知道吗？第一次近距离这样子看呢、啊，非常有震撼力。哎，你心里在想谁啊？你在打怎么打那么大力啊？我想我老公。我承认。修剪过的粗胚经过淬火热处理，再经过吴师傅的细心研磨抛光之后，装上刀柄，手打金门炮弹钢刀，完成了。做完了，你看，不到半小时，我们的勇士刀就做好了。那金门玩很厉害，我们还可以就是除了喝高粱啊玩玩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做自己的刀，对不对？客制化，所以自己的炮也要自己打。我太难了。